同学们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你们的李老师。上节课啊，我们已经学过了两位数加一位数和整十数了，对不对？首先呢，老师啊，先出一个题来测试一下大家上节课学习的怎么样，请大家来计算二十五加上六等于多少呢？同学们，赶快想一下怎么计算二十五加六啊。 哎，有的同学啊非常聪明啊！上节课呢，老师已经教教过了。我们呀可以把二十五分成两个数，分成二十和五，对不对？然后啊，首先呢，我们用五来加上六等于多少啊？对了，五加六呢等于十一。然后啊，我们再用这个二十来加上十一等于多少？很好，等于三十一。 这是不是就是二十五加六的答案呢、啊？非常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要开始学习两位数减去一位数和整十数了。同样的，在我们学习之前呢，老师啊，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今天是这样的：两位同学呢，他们今天呀、啊，当起了小小图书管理员。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位男同学啊，他在这里主要管理的是什么呢？是故事书。同学们都非常喜欢故事书，对不对啊？他呢，这一天上午在图书馆里面啊，本来有三十五本故事书，现在呢已经借出去了两本。而旁边的这位女同学呢，她主要管理的是动漫书。 本来啊也有三十五本动漫书，然后呢，今天上午啊借出去了二十本动漫书，可以看到动漫书比故事书更受欢迎，对不对啊？好，那么现在呢，老师就要来提问题了。老师的问题啊是：首先，我们还剩下多少本故事书呢？同学们想一下，本来有三十五本故事书，借出去了两本，还剩下多少本故事书？这个要怎么样来计算呢？ 很好，有的同学啊已经想到了，还剩多少？这个呢，首先就要想到了，应该用减法来计算，对不对啊？好，要用减法来计算的话，要用哪一个数来减去哪一个数呢？非常好，我们看到了，本来有三十五本故事书，借出去了两本，也就是从三十五里面减去了二，对不对呀、啊？ 那么也就是说，要知道还剩多少本故事书呢，就要用三十五来减二，2, 非常的好。那么这样就可以解答老师的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好，怎么样来计算三十五减二呢？同学们想一下，有的同学啊非常聪明，告诉老师说，老师当然首先可以用小棒来计算了，对不对？ 很好，用小棒来计算呢也可以。可是老师啊，还要提醒大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工具是什么呀？是计数器。今天啊，我们先用计数器来算一算三十五减二，2, 好不好？请同学们拿出你的计数器。现在呢，老师已经拿出了自己的计数器啦。首先，我们想要在计数器上面来计算三十五减二的话，是不是先要拨出算表示三十五的竹子啊？ 很好，同学们告诉老师，三十五这一个数，它的个位是多少呢？非常好，个位是五。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计数器的个位上面要有五个珠子，对不对呀、啊？好，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做一做，一、二、三、四、五，对不对？很好，这是五个珠子。 那么，同学们再告诉老师，三十五的十位上有几个珠子呀？非常好，三十五的十位上啊有三个珠子。那么我们要在十位上拨一、二、三，对不对？好，这样呢，我们就在计数器上面表示出了三十五这个数。那么，怎么样来计算三十五减二呢？很好，我们是在个位上面要减去。 两个珠子，对不对？好，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做一下，一、二，好了。现在呢，我们在个位上面减掉了两个珠子，就表示我们在三十五里面减去了二，对吧？那么现在看一看计数器上表示的数呢，就是三十五减二的答案了，对吧？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数的十位是多少啊？是一二三，对不对？ 个位是多少啊？个位是一二三，所以这个数是三十三，对不对？也就是说，三十五减二等于多少呢？很好，等于三十三。同学们都算对了吗？好，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本来在计数器上面表示出的三十五，对不对？十位上是一二三，三颗柱子。 个位上是一、二、三、四、五，五颗珠子，对吧？那么我们计算三十五减二呢？是不是在个位上面把这两颗珠子给去掉，对吧？也就是最后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十位上应该还剩一、二、三三颗，个位上呢也剩一、二、三三颗，这个数表示的是三十三。 那么是不是就相当于同学们看一下，是不是相当于我们把三十五这个数啊分成了个十位上面三个就表示三十对吧？个位上面五个就表示五对不对？相当于我们把三十五啊分成了三十和五，然后呢，我们先来计算五减去二，2, 对吧？ 五减二等于多少啊？同学们告诉老师，非常的简单，对不对？五减二等于三。3, 对了，我们先计算五减二呢，就比较简单，五减二等于三。最后啊，我们再把这个三和三十加起来，是不是就得到我们最后的答案了呢？三十加三等于多少啊？等于三十三，对不对？非常的好。那么这样呢，就得到了我们最后的答案啦。三十五减二应该等于。 三十三，还剩多少本故事书呢？非常好，还剩下三十三本故事书，对不对？这是老师的第一个问题。那么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了。既然我们已经算出来了，还剩三十三本故事书，那么还剩多少本动漫书呢？同学们想一下，怎么样来解决老师的这个问题啊？还剩多少本动漫书？想一下，本来动漫书有多少本啊？ 很好，本来动漫书有三十五本，借出去了多少呢？借出去了二十本，对不对？也就是相当于在三十五里面减掉二十，非常好。我们计算出三十五减二十呢，是不是答案就是还剩多少本动漫书了呀？非常好，怎么样来计算三十五减二十呢？同学们，我们还用计数器来试一试，好不好？ 好，拿出你的计数器。现在呢，老师已经拿出了自己的计数器啦。我们要来计算三十五减二十，20, 是不是要在计数器上先表示出三十五这个数啊？非常好，同学们告诉老师，三十五的十位是，对了，是三。那么我们要用一、二、三三个珠子来表示，对吧？好，三十五的个位是多少呢？是五，对不对？那么我们要用一、二。 三、四、五，我们的个位上啊，要用五个珠子来表示。现在问题来了，三十五减去二十，20, 是在十位减掉两个珠子呢，还是个位减掉两个呢？同学们真棒，应该是在十位上面减掉两个珠子，才能表示减去二十，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下，一。 好，我们现在呢在十位上已经减去了两个珠子了，那么就已经在三十五里面减去了二十，剩下的这个数是不是就是三十五减二十的答案了呀？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数的十位是一，对不对？个位是一二三四五，对吧？这个数是多少呢？是十五，非常好，同学们算对了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算的呢？我们呀，首先也是在计数器上面表示出了三十五这个数，它的十位上面是一二三三个珠子，个位上是一二三四五五个珠子，对不对？我们要计算减去二十呢，是从十位上面啊拿走两个珠子，最后我们的答案呢是十五，对吧？ 那么是不是也相当于在三十五这个数里面啊，把它分成了什么呢？把它分成了十位的三十和个位的五，对不对？也就是说，相当于把三十五啊分成了三十和五。然后呢，我们先来计算三十减二十还是五减二十啊？当然5，五减二十是不够的，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先来计算三十减二十等于。 一十，对了，这就相当于我们在十位上面啊，把在三个十里面呢减去了两个十，先计算三十减二十，20, 对不对？那么我们再用三十减二十的这个结果，十位上面得到的是一十，来加上我们个位上面的五，就得到了最后的答案啦。三十五减二十等于多少啊？等于十五，对不对？那么还剩多少本故动漫书呢？ 非常好，还剩十五本动漫书。好，那么同学们告诉老师，三十五减二和三十五减二十计算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啊？非常好，一个呢是在个位上面减去二，另外一个呢是在十位上面减去二，对不对啊？很好，这是老师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第二个故事啊是一个借足球的故事。 我们看到这个足球筐里面一共有三十六个足球，对吧？那么这位同学呢，他们班要借八个足球。那么老师的问题是什么呢？老师的问题就是三十六个足球借掉了八个足球以后还剩多少呢？哎，同学们非常聪明，想要解决老师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要在三十六里面减去八就知道了呢？ 非常好，那么怎么样来计算三十六减八呢？很好，有的同学啊就想到了，老师，这个我们没有学习过，怎么样计算？就先用小棒来试一试。好，那么还剩多少个足球？我们先用小棒来试一试。老师啊，拿出了三十六根小棒，表示三十六个足球，是不是三十六呢？一、二、三，三个十。 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好，这是三十六根小棒。那么减掉多少啊？很好，要减掉八根。那么这六根够不够减去八呀？不够，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可不可以把这一捆拆出来啊？把它拆出来变成十根，是不是就够减了？非常好。那么老师就把那一捆拆开。 变成了两捆，再加上这一捆拆开以后变成多少了呢？我们看一下，这一捆拆开以后变成了十根，对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不对？好，这是这一捆拆开以后呢，变成的十根。好，这十根呢，够不够来减去八了呀？够了，对吧？那么我们就在这十根里面减掉八，好。 我们啊把这个红框框里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根呢，把它剪掉了，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数一数，剩下的是多少了？是不是就知道三十六减八是多少了呀？非常好，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数一数：一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对不对？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 八对吧？所以我们算出来三十六减八等于多少呢？等于二十八，很好。那么我们是怎么样来计算的呀？同学们告诉老师，是不是把三十六拆成了二十六和十呀？我们把这一捆呢拆出来变成了十，然后呢剩下的还有一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对不对？ 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十里面先减去多少？减去八，十减八等于多少呢？同学们告诉老师，非常好，等于二，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把二十六加上二，是不是就得到最后的答案了呀？很好，最后的答案呢等于二十八，这是第一种算法。同学们想一想，还可以怎么算呢？哎，还可以呀、啊，把三十六分成另外的两个数，怎么分呢？ 同学们看到，老师现在呢还是拿出了三十六根小棒，对不对？一样的，把这一捆呢拆成十根，好，跟之前的算法呢一样，拆成了十根。那么我们拆完的是不是一十、二十，再加上这一些是多少呢？这一些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这十六根够不够减八了呀？够了，那么我们就在这十六根里面直接减去八根，把这个红框里面的这八根啊给减掉，好不好？那么之后呢，我们再来算一算剩下的还有多少，是不是也能够得到我们的答案呀？非常好，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数一下：一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 对吧？和我们之前算出来的答案是不是一样的呀？很好，和我们之前的算出来的答案呢一样，三十六减八等于二十八。那么这种算法呢，我们是把三十六分成了二十和十六，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先在这十六根里面呢减去了八，十六减八等于八，这是我们已经学习过的二十以内的退位减法，对不对？ 再用二十来加上这个八，等于二十八，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了，对吧？很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这节课我们学习了计算两位数减去一位数和整十数的方法。那么请同学们认真的复习，并且完成作业。我们下节课再见。